艺人王彤、王灿后面对着一群囡仔朋友来到白沙动物园，第一站来到真古锥的鸟禽馆。囡仔来到这，看到这么古锥的动物，拢嘛是介欢喜。而且王灿甲王彤伫咧现场，佮兼做解说员。他小时候有去动物园，他有穿山甲。台南市社局举办白沙动物园一日游，邀请到弱势家庭的大人甲囡仔，以及八点档的演员来甲大家做伙。给动物看，看到他们呢，就是在那个大太阳底下流着汗，然后还带着笑脸，哎、欸，不简单呢、欸。对，我觉得这些对孩子而言是个很特别的回忆，而且这个是用钱买不到，很棒的经验。对，很棒的回忆。台湾很多社会的角落是需要我们去关怀跟关注的，那希望可以抛砖引玉啊，然后做一些这小小的事情，然后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很多小角落需要被帮忙、被帮助、被看见。两个人过去的戏剧里底有扮过红阿婆，配合度是真好势。这边可以当地动物园三甲小度，可以跟灿哥一起。我第一次来明视演戏的时候就演他老婆。哦哟。然后第一次来动物园，第一次来动物园也是跟。这边两个人同齐来做公益，希望带这囡仔欢喜去动物园。明视新闻综合报道。